米饭里面加点火龙果汁，搅拌均匀。拿一半片的海苔，下一半的白米饭，再下另一半的紫米饭，中间来一段黄瓜，把它包起来捏紧，打开后再切成四块，再次摆在海苔上面，背靠背摆好，中间摆一段方形的黄瓜，把它摆成方形，运用这个手法继续包起来，尽量让它结实一点，去掉边角，把它一开式即可，切完拼在一起即可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记得收藏哦。